好，接下来我有一个梗要抛。大家知道我刚刚带了杯水上来，我刚刚跟大家说这杯水是化解尴尬的水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的第二首歌《干杯》，希望在我们的最后接一首歌的时候，能跟大家干一杯。
谢谢大家，给我们这4年的青春画上一个完美的终点，谢谢。